种种严师摩尼宝王，种种是多，不是一种，严是庄严，师是庄师，这个含义就很深很广了，文字表面是讲求的，是讲的事实，像我们旅游去参观皇宫，我想许多同学都曾经到中国大陆去旅游，一定去看看北京的故宫，在这个宫殿里面你能看到雕梁画栋啊，那就是种种严师啊，美不胜收啊。在华严经里面呢，这是表法，表无量无边的德行，因为下面有一句摩尼宝王啊，摩尼宝王是称信的德行啊，比如我们最近印了一部书，霸德须知戒要，我们在这套书用了一个新的书名，德育课本啊，现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提倡以德治国啊，我们印这套书响应这个号召啊。书的内容总共有16册，分为4集啊，每一集4册啊，每一册里面呢两个德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四级都是用的这个德目，这就是种种严师啊。课本里面所采取的是历代这个德行有特殊表现的这些人物，所以这套书可以把它当作过文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历史读啊，也能把它当作道德的教学来学习。在我们学院我们请杨老师
上这门课啊，初级的第一个德目啊，他讲过了，听众的反应很好啊，啊，大家听了啊，都很受感动啊，啊，我听杨老师告诉我，有不少听众啊，准备手帕，准备很多卫生纸，我说干什么？流眼泪呀，哭啊！啊，一面听一面在哭。啊，四集都是同样的德目，内容。人物故事不一样，啊，单数的，啊，这个四车嘛，是历代行孝、行替。行人行义的男士啊，双数册数的呢是历朝的女士啊，无论是男女老少啊，这一生立行道德，足以给社会大众、给后世人做榜样、做典型的。啊，那么这套书啊，很有启发的作用。我们学了之后，见贤思齐啊！啊，我要想跟他们看齐啊，能做的给他们一样好，这就是觉悟啊！啊，听这个课程，感动的会流眼泪，你说他有没有觉悟？啊，他要没有觉悟，他麻木不仁呐、啊。他听了会流眼泪，他开始觉悟了。我们佛法里面讲十觉，啊，这个课程呢，触动了他十觉的心呐、啊。不断去听，重复的去听，像我们这个经上讲的。香火里面的回流悬浮，它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不断的重复。我们印象深刻，感动的也深了、啊、自自然然起而笑之啊，啊，我们一定自自然也效法了。啊，为什么？信德。啊，这个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或者是说，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一切众生自信里头本来就做的。只是迷失了很久，哎，现在有人一提醒，觉悟了。啊，再回想自己啊，这么大年纪了，以前没有觉察到，没有做到啊，
现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惭愧呀，后悔呀，父母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尽到孝道啊，老师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做到尊重，这个忏悔有没有效果呢？有，而且效果很大啊！大在哪里？大在给世间人年轻人看呐！啊，让他们看到你的这种忏悔，这个忏悔的样子，他心有所感呐，他能感动啊，他的父母老师还在啊，应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所学的一定要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那么现在这社会把伦常道德都忘掉了，社会上已经很少人在提及了。于是越迷越深，烦恼习气与日增长啊，造作罪业在所不免啊，罪业造得多造得重，自己也知道是不应该的有些人为环境所逼不能不造业，但是真正醒悟过来了，他可以改一个行业，尤其是杀生这个行业，这个行业不好啊，临命终时你所杀害的这些众生来问你讨命啊，我跟诸位同学说过，我有一个同参道友，也过世多年了，广化法师。学佛之后持戒念佛很精进呐，办佛学院，为佛门培养人才，实在说了也无量功德，但是在出家之前他是军人啊，虽然他没有打过仗没有杀过人，吃众生肉啊，吃活的啊，他在军队里面管军需啊，这个军需是个副差事
啊，管钱财啊，所以用钱就方便了。每一天吃一只鸡，吃了很多年了。以后学佛知道错了啊，但是冤业太深了啊，出家之后有一天洗澡啊，在浴室里面，他看到许许多多的鸡，往他身上啊飞过来，啊，乱蹦乱跳的，啊，要来捉他，他就到处闪避，跌了一跤，把腿跌断了，在浴室里头。啊，以后这个腿是借起来了，但是残废了。啊，要用两个拐杖，要坐轮椅。他告诉我，他这是重业轻报啊。啊，晚年的时候，半身不遂。这个业报没有能转得过来啊。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吃众生肉的果报啊，他那个造的严重啊，不是在市面上买的啊，要吃活的，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杀，吩咐厨房的厨子给他杀。阿难问是佛鸡胸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啊，吩咐别人杀，那个罪重于自己杀的。厨子杀他是奉命行事的，他不能不杀了，你是下达命令的，什么人杀众生呢？下达命令这个人杀的啊，这个人有罪呀。那个厨师虽然是执行啊，他有过，罪过的报应不相等啊，不一样啊，罪重啊，过就比较轻。杀生害命啊！啊，遭受这样的果报啊，那么你就晓得持戒是信德啊，不杀生啊，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念邪。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饮食啊！我们在佛门里面随便举些纲领三福饮食啊，六合敬饮食啊，四摄六度啊，普贤十愿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你想想看，菩萨的愿行无量无边，
哪一条不施严施摩尼宝王呢？他这个心行诚心嘛，信德里头流露出来的呀。第四句，现不可思议庄严色摩尼宝王，前面一句种种言事，这个地方是不思议庄严色，色相啊。那我们晓得种种言事前面所讲的是因啊，这个地方所说的是果啊，它一共有六句，这个六句都是讲的依报啊。六句前面三，这个三句依报庄严的因，后面三句的是依报庄严的果。因好，果当然好。色六尘用一个字，色声香味触法，用一个字做代表啊。那么这一个字我们就能理解啊，现不可思议庄严的六尘。在华藏世界里头不叫做六尘呐，啊，二十六种不思议的庄严，我们要用这个句子来念呢。现不思议庄严色，现不思议庄严身，不思议庄严香，不思议庄严味。我这么一念呢，你就明了了。啊，你就晓得这个这一句里头啊，哦，包罗万象啊。见心见色性啊，闻心闻身性。嗅性嗅香性啊，明心见性啊，你从这个地方你才真正明了啊。怎么转境界啊？许多人听了大乘经啊，我们常常讲嘛啊，修学真正的成就是要转境界。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化身菩萨没有别的，会转境界啊。转六道为华严境界啊，转娑婆为一真法界。不能从外头境界转呐、啊，那转不过来呀、啊。要从心地里面去转。前面所讲的莲花轮、摩尼宝王、香焰光云、种种言事，讲德行呐、啊，从这转。啊，我们今天讲总纲领，啊，越简单越好。
我们现在讲的是纯净纯善啊，纯净心地不容毫分不净夹杂，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个能现能变的转过来了，这个外面的这个境界所现所变的当然就转了嘛。你自自然然就能够体现得出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再看这个世界，再接触这个六根对六尘境界，你的感受完全不相同了。啊，就我们一般人来说呢，你的思想，啊，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了，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无论接触哪一法，活活泼泼。我有时候也提到啊，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个有机体啊，我们要怎样觉察到，怎样体会到，这个里面无穷的乐趣啊，真的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这一句讲的形象，下面一句呢，日光明一藏摩尼宝王。这说的是一啊，一一切有情众生不能少的啊，这个一质量好啊，色彩好啊，是自自然然现前的，不要说是化身菩萨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啊，天人的衣着是变化的。不需要裁缝啊，随心所欲啊，当然这个里面也随着天人的福德啊，就以欲界天来说，欲界有六层，一层比一层殊胜，这个衣着不相同啊，福报不一样嘛。我们再细心的去观察，世间法它有相似之处，世间福报大的人
他的衣服啊，有人供养啊。好的料子，好的样式，大概别人做好来供养他，奉献给他。最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帝王大臣，豪门贵族啊，他们的日用品都有许许多多人送给他供养给他，福报啊。日常生活用品不操心啊。那我们要问呢，这么大的福报从哪来的呢？给诸位说，从过去生中布施得来的。布施是因呐，我们要想这个一切都能得自在，你就要懂得修因。财富财布施的果报，这个衣服你能够布施别人的衣物，你自己的衣物就不缺乏了什么样的因啊，得什么样的果，一点都不会差错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心量还这小，念念只想到自己而不知道别人，我们的果报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物质生活，就感觉到缺乏了，不得自在啊！自然的果报都是从欢喜心种的因没有一丝毫勉强能舍。佛法里面讲舍得舍是因嘛，得是果报嘛，你要不肯舍，你怎么会得到呢可是舍得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你所得到的呀，也要赶快舍掉，那你的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呐！所以你要欢喜布施你要懂得布施。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福田呐，这个福田有三种要孝养父母父母恩田呐，报恩呐。要懂得救济贫苦
帮助贫苦的人，特别是帮助贫病的老人。啊，现在这个社会跟从前不一样了。在从前，儿孙呢会照顾老人，现在世风日下了。啊，儿孙照顾老人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些年老无依无靠的人，我们如果还有点能力，一定尽心尽力去照顾他，去帮助他们，悲天哪！啊，你的慈悲心，你的爱心呢，从这个地方流露出来了。啊，慈悲是心得。无条件的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苦难人，得的果报，这不求啊，自自然然得到的健康长寿。啊，不需要求。啊，要真正的心地清净，与人无争呢，于事无求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自信信德自然的流露。啊，我们学佛才真正学的有一点像了，诸佛如来如是吗？化身菩萨们如是吗？这些人是我的榜样，是我的模范，我要向他学习，尊师重道。啊，尊敬三宝，这个叫敬天。啊，所以福田呢分为三类呀，恩天啊，报恩，这个有恩于我啊，尊师重道敬天，帮助贫苦悲天，这里头都能种福。为什么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果报这样的殊胜？没有别的，因地里面的种的这个因太多了啊，所以果得了不可思议啊！啊，那么现在是不种因，你不种因，哪来的果报呢？世间人他不信佛了，这个难了。不信佛，佛虽然讲了，他不肯去做啊，怕佛欺骗了他啊，有钱不敢布施，有技术能力不肯教人，令财令罚啊，得的果报是什么？贫穷愚痴啊！啊，看到别人的甚思、嫉妒、障碍，天天在造罪业。哪里会有好的果报呢？啊，真正觉悟的人，
他知道机会啊，现在人讲机会，佛法里面讲缘分啊，他知道机会，他懂得把机会抓住，帮助别人呢、业障深重的人呢，他不知道，他不认识机会，他也抓不住机会。机会在面前，给他积累功德，他空过了。这种人在社会上很多很多啊，做一桩好事，利益众生的，也是利益自己的。我们学院啊，计划盖这个教室，图案设计好了，建筑商告诉我，上一次我离开之前，建筑商见我，圣诞节之前一定完工。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完工之后，我们这个工程告一段落了。那我们的学院举行一个开幕典礼，我们正式上课了。我想正式的开幕典礼，我们定在元旦，好日子啊。一元复始啊！没有想到呢，我离开学院，许居士也离开了学院，回到台湾去了。我们学院里面是全体法师，把这个建筑图啊改得乱七八糟，搞得不能施工。现在呢，必须要拖延下去了。这个什么有智慧呀？大好机会在面前，错过了。这是什么呢？障碍别人的时间。本来的时候可以能够提前上课的，现在把这个上课的时间推迟了。果报是什么呢？愚痴啊！他要开智慧，又要晚好几年才能开，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果报，丝毫不爽啊！你不要认为我们把这桩好事把它推后了几年，推后几年有因果啊！你要背因果责任呐！佛法里面不讲惩罚，不讲处分，你要受果报，果报逃不过这个是没有法子的。我们能把好事帮助他提前一天，一天的功德。换句话说呢，因为这个是属于教学智慧的事情，你会提一天开悟，提早一天开悟。那个功德殊胜，果报就殊胜，你可能提早一年开悟，提早十年开悟，你要把它障碍阻挡了，你的开悟的时间就延迟了。
果报如是嘛。经听了很多年了，教也学了不少了，他不开悟，也许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所以印光大师一生提倡因果教育，不能不说没道理啊！越想他老人家这个一生的行业，越是值得人尊敬，值得人佩服。他时时刻刻给我们启示，事出世间法，凡是能抓住机缘，掌握到机缘，没有不成功的。凡是失败的人，都是把机会错过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这一句是讲的物质的受用，属于财这个气世间了。幕后一句，周遍十方，普垂布光网云，摩尼宝王。这个是气世间最后一句。我们懂得经里面所说的意思。物质受用的影响，最明显的今天所讲的文化了，古籍啊，在佛门里面非常显著的，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法的场所，奇树借故度缘，现在已经成了废墟了，房屋都没有了，大概还有一点墙还没有完全倒掉，地基大概还在。那时周遍十方，普垂布光网啊，那么在中国历代祖师大德所建的道场，帝王的宫殿啊，一砖一瓦了，都有千百年的历史啊！这不是普垂布光网云摩尼宝王吗？更殊胜的是古人唯恐世间变乱，文明消失，他们想出很多的方法，
在埃及有金字塔，里面藏的保存了古代的文明，古人的智慧技巧，流传给后世在中国，我们看到从前这些出家在家的大德们他们开坐石窟像敦煌、云冈、大足，在中国石窟很多造佛菩萨的形象造六道轮回的变相图还有把大藏经刻在石头上都是怕失传呢。我们在房山看到的石刻的大藏经内容相当完整呐。我们现在流通的这些大藏经有很多的这个经呢没有收在我们大藏经里面，石经上有。一代传一代累积将近1000年才把这个事业完成这是物质文明对于当时对于后世的莫大影响当然物质跟精神有连带关系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创作使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才艺他们的毅力样样值得我们效法无疑不是启发后人他们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全心全力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都没有希望帮助后人把古圣先贤这些摩尼宝王完整的保存传给后代后代是哪些人来享受他们没想到不是专门给某个人的那就是佛家常讲的了给有缘人谁发现了谁看到这些东西得到启示了谁看到这些东西觉悟了那就是有缘人后世人接触到
啊，有几个人觉悟了，他一生所做的，生生世世所做的，就有了收获了，啊，他有了传人了，这是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去思维。啊，你想通了，看清楚了，你才会发心效法。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